陈慧琳台北报道，五月天忙完欧洲巡演，将在返回亚洲开唱，而他们代言手机广告今天首播，网友看了大飙泪。尽管过去外界有人批评五月天只会卖弄梦想，但从网友反应看来，五月天用歌词激励人心，往梦想前进，绝对具有正面意义。透过五月天的顽固歌声，他们所代言的 HTC 广告再次带给粉丝感动。广告中有年轻人喜爱画画，有听障小女孩想学芭蕾，但妈妈带她去舞蹈教室，却被老师以没有相关师资拒绝。看到小女孩流下眼泪，网友也跟着飙泪。过去五月天的顽固 MV 邀来梁家辉、林美秀等众多明星助阵演出，已让网友无限感动，也曾入围过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。这次同样是顽固这首歌，透过励志歌词让大家知道，唯有坚持梦想才能看见灿烂。广告首播后回响很大，五月天代言手机广告让网友飙泪。白社自脸书阿信写的歌词十分励志，白社自脸书广告片中爱跳舞的小女孩落泪感动网友，白社自脸书